你是外省员，吹风拍日赚辛苦钱，但是骑车违规的案件嘛愈来愈多。公路总局统计，外省车祸意外，伫2017年也无到1000件，但2020年增加到4000多件。都有外省员表示，人客等袂赴会取消订单，因只好骑紧来赶单。大路边的素食店、美食外送员轮流来提餐点，门口停满啊，就直接停伫个人行所在。不过赚辛苦钱的同时，也常常做到用路人的禁忌，也是直接放开罚单。等餐的时间久，然后客人会传讯息来，啊，传讯息的来当中，我们又会紧张，又要回复给他，没办法、啊。那你一个月有被开过最多几次？3次，超过白色虚线也给你开啊，不好，红绿灯路口。超过一点点，他还不行，来证件拿出来。内门餐厅等待提餐点，有当时要等15到20分钟。外送员就惊用户买单取消订单，等于是做白工。所以讲餐点一摕到手，也是会加紧速度，赶紧送去。公路总局统计，2017年外送的事故件数是888件，2018年1195件，2019年2307件，2020年是来到4019件，4年加起来将近10000件。主要违规项目抢红灯占接近40%，所以是超速加红灯驾驶。最近单很少，所以慢慢骑就好了，慢慢骑就好了，干嘛赶？每半年结合地方政府啊、治安署、跨机关的违规取缔。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做。公路总局表示，现行有5项改善的做法，包含每半年加强取缔，严格被取缔交罚单拢是外送员，平台角色伫倒位。官员讲，若是业者管理不善，伊还会有相关的责任。记者陈宏合报道。